首度挑大梁担纲男主角，主演的电影《傻瓜向前冲》就是我们号角响起，中间这一位也是非常抢眼的郎姐，也是他们现实生活中这个戏剧表演的老师哦，老师跟学生同台，一定令人非常的期待。三位在片中也有相当突破性的演出哦。好，我们三位先来一张超杀的表情的合照好吗？大哥来一个很杀的表情哦。好，是我们站紧一点点好不好？来，导演啊，大哥，到底白怎么可以这样造次呢？啊，我们阿翔的这个头发秀发拿来这个3、2、1，傻瓜向前冲首映圆满成功，祝电影票房长虹，遇水则发。5月6日起，让全台正式燃起努力坚持的傻瓜精神，掌声鼓励。这个我们傻瓜向前冲呢，即将在明天就要开始上映了。对，然后今天是台北的首映会，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来到现场，然后大家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，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来电影院来支持我们。其实我自己很想躲在那个首映会的某个角落，然后看大家的在看电影时候的反应这样子，然后看哪个地方他们觉得好笑，哪个地方他们觉得很感动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明天当我早上在喝咖啡的时候，我报纸一打开，然后就有傻瓜向前冲在上面写上映的时间，感觉非常的热血耶、yeah!